女人这四个地方一碰她呀，准动情。那么呢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，就是当女人她不建议你去碰她这些部位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可以大胆的去追求她了，因为女人对你已经心动了。那具体是哪些部位呢？我已经给大家总结好了。第一个呢是腰，第二个呢是女人的背，你轻轻的抚摸一下，她就受不了了。第三就是女人的耳朵，特别是你在旁边呢，轻轻这么一吹气。第四就是女人的嘴，一个女人不喜欢你还可以跟你回家，但绝对不能跟你热情接吻。而且有一点你更加要注意了，就是你的嘴巴里面的那种味道，你别一上来就一股怪味往上冲啊，女人再馋她也下不了嘴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建议呢试试这个左颜右色的口腔喷雾，它也叫做接吻神器，它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。但凡你跟她有亲密接触的机会，你就提前喷一喷，淡淡的果香味，清新自然，不仅能够展现出你对生活品质的追求，还能够凸显出你独特高级的品味。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哦，小小的一支，携带也很方便，不管你今年多大的年纪都能够学会，赶紧去试一试吧。左下角视频赶紧去抢购。